为又，我跟你们说什么？好多人忽略那种东西，以前我都有种忽略，后来我觉得哇，我本来不记得，没有想到那个视频的，我刚刚拍了视频就这样，后来想起来，哎呦，我一定要提你们的，看你们懒不懒惰，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带完的东西呢，有种盐分的，咸咸的。令到不管你啊黄金也好啦，普通的装饰物也好啦，咁啊，然后你最重要喺水头度呢啲水眼镜，喺啲水头度冲洗一下，贴平它，去掉它的咸嘅味道啊，咁啊，然后将呢东西挂住嚟，咁啊呢个东西也是刚刚我解带了啦，然后咁样晾住嚟，即系主要令它的盐分减少。没有怎么伤害那个装饰，所以如果你们呢，不管黄金也好，不是黄金也好，用这个方法切记它的盐分，没有弄走了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带很多次很多次，带到断为止。你不妨不懒惰 try 一下这个方法，蛮管用。OK， 我就是来接你了，拜拜。